第三题，蓝雅川塘旁的无障碍坡道是何种形式的简单溪蟹？我们知道这个坡道就是一个倾斜的面，它不是楼梯，而是个倾斜面，所以它是斜面。所以第三题我们说，蓝雅川塘旁的无障碍坡道是何种形式的简单溪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斜面。